别的是非，或是你在学佛的时候，或是修行的时候，体悟了一些极然的道理，然后一些所以佛法的精髓的部分，第一义谛呀，然后是出世间的这些理论，这个就是一个叫道，一个叫实无。本基金会现阶段积极推动之会务为佛学讲座、念佛共修、禅修教导与实践身心灵健康教育，与辅导老病及临终关怀。另本会备有印可法师讲经弘法等课程之 DVD 光碟片及法宝免费结缘，联络电话04-2242-2002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，阿弥陀佛。